之恒的电影好看，然后像导演所说的，看之前呢，你可以看这个小说来购买机。我发现你们都在签票哦，票真的会给戏院回收回去，所以等于说你签完是送给戏院，好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哦，签书。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保值，然后那签票。来，今天的狮魂套票组呢，只要500元，内含两张电影票。以及一本时报出版的《狮魂》同名小说，由钟孟宏导演亲自执笔写。朋友，也请把这个照片以及我们上映的讯息抛在你的这个社群网站 ，Facebook 啊，或是扑浪。宣传一下，8月30日，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国片《狮魂》。好，我们今天不签库卡，只签书哦。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也想要获得我们导演以及演员签名的话呢，赶紧到我们的售票柜台购买《狮魂》的套票组，两张电影票以及一本同名小说《狮魂》。